乡村人祖从养蚕，为先田野的食材来料理。新竹的农夫每天白天台北希望工厂来推广采集有机的农作物。现场出的油麦也是这提出的长脆水果，没有传统方式来制作的客家美食，而用钱有机费来买到空间的农产品。他那方有奇奇的青菜果子，没有客家特产，吃的饼同米粉，也着都是新竹县的特色农产品。新竹县农会特别加新竹主业的发通，伫台北促销新竹农产品，鼓励民众买当出的青菜。这边比较新鲜，然后找一些有机的东西，对。这些产品就是符合当季，而且符合当令，非常在地生产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来到现场。天麦飞鸿的产品都是用友善环境的方式种出的，还通过食品安全检验，一道客家特色产品都坚持用采地的食材，用传统的方式来加工。用自家种、自家卖、哈、自家销售，也是用阿婆教俺的天然的方法、天然古法去酿造的。所以俺全部加化学的东西。但是俺关系就会先做为故乡哈，说是俺是老。来去研发咸臭老虎跳中间哈，要满瘾不会变多咸臭跳着。一早发通会到礼拜日，民众伫现场做的是道客家美食，也喺大埔买菜地的食材，对友善环境尽一份力。客家新闻梁燕慈、杨尊特别报道。